他终于想通了，必须离婚，还想到你那儿住几天。是啊，我觉得事情挺严重的。收到信后，我就立刻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哭着跟我说，他不敢来了，怕齐恒知道。再后来就联系不上了，我挺担心他的，我还专门到齐州去找他，但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失踪了。我就在想，他是不是？ 躲到了什么地方？没想到前几天看新闻，就……那你这些话为什么不跟警察说呢？齐恒是法院的，我怕我跟警察说，警察反倒把我扣下来说我诽谤，我有点害怕。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带你去啊？嗯，您是报社的社长，而且也当过他的上级。这是从郭念同学的平板电脑上拷贝过来的。他这同学姓周是吧？叫什么名？只知道姓周，名字……哎呀，我这一时记不住了。 老黄，这郭念的资料啊，我查过了，他确实是成都人，而且在树德中学毕业的，这些都对得上。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，11年9月8号，那就是6年前。对，那按照郭伦的说法，他最后一次见郭念是在9月13号。那假设他是那天遇害的。 郭念9月8号把信寄出去，不是说要离婚，说完之后几天就失踪了。难道真的？邱院长，我问你一下啊，这个郭念在上班的时候，他有跟你说过受到过什么家庭暴力啊，或者说暴力创伤什么的？这个倒没有，不过。 那个时候啊，我还不是社长，是新闻部主任。哎呀，他实在是太拼了，他在我们报社的用稿量，总是压别的同事一头，而且呀，他还主动申请加班出差，感觉呀，是一个没有家庭观念的女强人。社长，你好像是话里有话呀。<笑>我是认为，一个女人，如果家庭幸福。 他还会总往外跑吗？邱院长，你这就是性别歧视了吧？家庭幸福怎么就不能拼事业了？<笑>啊，玩笑，玩笑。进，不是队，报队。 法医的第二份报告出来了，经检测在郭念右手咬骨下3/1处发现有骨裂缝，疑似有骨折痕迹。你把文件给我。好，你忙去吧。好。不会吧？真的是家暴？我就烦你这每次都来这个先入为主，那骨折的原因多了去了，怎么就是家暴？ 也对，也对，还对什么对呀？到医院调查去啊！这个交给我。这是我在郭念的个人资料里找到的病假记录，里面有一份病历的复印件，这上面医生的签字是你吧？ 对啊，是我呀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是什么地方的记者？哦，女性新报，这是我的记者证。张记者啊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上面写的是2011年，已经过去6年了。那你还记不记得郭念？
是因为什么骨折的？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，据病人口述，说是自己在下界楼梯上面摔伤的，然后呢，经我们医院诊断，确诊为右手桡骨骨折。这是病人自己说的。对呀，那会不会有另外的原因？<笑>那张记者，您的意思是？我是说。 他会不会是被人打伤的？因为你想，时间这么久了，我怎么能够记得清楚呢？其实有很多女人遭受到家暴，被男人打伤，都会谎称是自己意外受伤的，对不对？ 是啊，挺多的嘛。薛医生，你我都是女人，相信更能体会出这种无奈的感觉吧。我跟你说啊，像这种打女人男人根本就不珍惜那个，这些女人也真是的啊！你说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 那个张记者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之前的那个病人，也有可能是经历过家暴？这正是我在调查的方向，不过不排除有这种可能。郭念，这个名字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郭念。 不会是前一段电视新闻里报道死在井里的那个女人？对，就是她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她丈夫？哦，对了，薛医生，出于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，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来找过你的事儿。哎，这个我懂的。 那个郭念是被打死的吧？谁告诉过你他是被人打死的？哦，哎，不是，你为什么说他是被打死的？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嘛。这个事儿怎么能随口说呢？还有，这份病历报告上面明明写的就是他是家中摔跤导致骨折的，啊，这上面还有你的签名呢。那你为什么说他是被打死的？哎，我可没有这么说啊。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6年多以前的事儿了啊，具体详细怎么样的，谁记得清楚啊？而且你也看了这病历，病历上明明写的是经病人口述，哎，那么至于他是摔下来的呢，还是被打的，那谁知道啊？可你刚刚明明……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的确呢是有一些女患者呢会到我们医院来，当时来的时候呢都说自己伤的是摔的或者是撞的，哎，可是没多久他们就哭哭啼啼说。 是被自己家男人打的，但是呢，当这些男人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说了。哎，那你们说说看，让我们这些做医生的该怎么做啊？他们坚持这么说，那我们就得这么写呀。那这个郭念当时有没有说过他被人打过？两位警官呢？这时间呢，真的是过得太长了。这个有可能他说过，也有可能他没说过吧？我记不起来了。 那关于这个病人，你还能想起什么来？这个病人嘛，倒是什么？哎呦，也没什么，我确实想不起来了。老侯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医生有很大的问题啊？他之前说的话和现在说的话完全是相矛盾的。难不成郭念真的是被打死的？ 你这又主观臆断了啊！毕竟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他忘了也很正常。祁亨这只是一条线，别忘了，郭伦找郑铎那儿是另一条线索。哦，对了，郑铎的住所啊，我找到了，要不要把他带来问话？先不用着急，咱现在还没有证据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先盯着。关键先把水月红抓到，让他来指认。明白。胡队。
哦，对，嗯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这个游乐场早就不存在了，录像资料也找不到了。不过，我们当时调查这起案件的同事，发现了一个游乐场出口处的录像视频截图。我们看，我已经问过郭伦了，他非常确定郭念那天穿的就是这件衣服。就是说这就是郭念是吧？对。9月13号下午3点钟，那就是说3点钟之前这郭念还活着。嗯。 13号前后，这祁恒的行踪有结果吗？是这样的，这个祁恒当时担任的是一个地级市中级法院的院长，然后9月12号他去应邀参加了一个邻省的法院交流会议，9月14号当晚坐飞机飞往北京去参加一个最高法院的培训，这个培训要历时半个月，也就是9月30号，国庆节前一天回到祁州。 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从9月12号到9月30号之间，祁愿都不在祁州，应该是。那根据法医推算郭念的死亡时间来看，老侯，祁愿可以摆脱嫌疑了。嗯，哦对，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个祁恒那天正好就在祁州。什么？啊？ 郭总在办公室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好啊，哥们儿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怎么说话呢？就这么当哥们儿的，来过来，咱俩随便聊聊。 问吧，你先看这个，我姐的报告单。对啊，她骨折，我知道，当时就是在家不小心摔的。你那天都看见了？我正好在家。那太好了，现在有人说你姐夫对你姐有家暴，那你当时看到的，你姐到底是自己摔的？ 还是你姐夫打的？你放开我！郭念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你告诉我。我知道你最尊敬的、最爱护的就是你姐。你说你姐跟你姐夫的关系到底怎么样？ 想听实话，你说呢？哎，老牛，请。请。哎，小马，我问一下啊，上回你替生病的那个庄庭长审的那个案子，情况怎么样？通过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收获？当然有，这段时间我收获可大了。哇，这几天让我对。 特别是影视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，哦，比如说，本庭的另外一个案子，齐州的大校传媒，他呢在没有签订编剧的合同之前，他就以口头保证的形式问编剧把原稿要了过来，结果还盗取了原稿当中的核心内容，自己又写了一个剧本，而且还在编剧的署名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，都没有写那个编剧的名字，人家都已经开始融资投入到拍摄当中了。嗯，不过好在。 那个编剧啊，他早就已经注册了知识产权，所以人家就有凭有据的把齐州大校传媒告到我们这儿来了。齐州大校传媒侵犯知识产权，事实成立，判他赔偿道歉。要我说啊，这个犯了抄袭和侵权罪而被判刑的公司或个人，就应该直接列入劣迹名单。嗯，啊，就是这几天让我对知识产权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视。 如果以后我们有什么想法什么，我们都应该及时注册。那万一呢，对吧？我们还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。我现在有想法啊，我下午呢特别想吃这个红烧肉，你们说要不要去版权局注册一下？这事交给你了。牛郎，又笑话我。我觉得啊，通过这个啊。
啊，侯志对他们来了，在会议室等您呢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还是认为我家暴，杀了郭念是吧？不是，老齐，你看。 上回那好多疑点，这不弄来些证据吗？虽然也很可疑，但是总得咱俩先碰一碰，我觉得啊，把头绪理一捋，所以没叫你去局里嘛。我也有一些疑点啊，你首先啊，这个郭念的同学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不清楚。还有啊，他的这些信件，现在我看到的都是复印件。原件呢？他同学说占地方。 然后这些原件呢就都扔了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原件的大小和复印件的大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他怎么可能把原件丢了留复印件？我觉得啊，现在最关键的，就是把这个同学找到。还是我上回说的，咱们好好的问问他，这样呢，后边的事情咱们大家都清楚。 他可疑不就可疑在这儿吗？上回那大妈，哎，消失了。这同学又找不着，你说，我们现在也在全力以赴找啊。行，我先不跟你说这事儿啊，说一个重要的，有一个时间啊，对你很不利。就你想一想，6年前，9月12号，你是去邻省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，原计划是待到14号，然后直接从当地乘飞机到北京，参加最高法的培训。 然后我们问过当地那个举办方了，人说你是13号中午11点钟开车回了祁州，然后有航班记录，你确实是在14号的晚上在祁州乘飞机去的北京。但是郭伦说你是13号的晚上7点钟到的祁州，那从邻省省会开到祁州家里边，4个多小时就够了，你用了8个小时啊，那4个小时你干嘛了？ 是这样的，13号呢，本来有一天会，但那一天啊，郭念过生日，第二天14号呢，还要去北京开会，还是陪不了的。我决定请半天假，所以，我走呢，是去给郭念过生日。 那为什么这4个小时车程你就开了8个小时啊？我走的时候啊，比较急，就忘加油了。我记得国道上应该有一个加油站，没想到一去呢，那个加油站装修，不营业，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开，一直开到没有。后来呢，我打电话叫了一个拖车，等了好长时间。 一来二去，7点左右吧，才到家。哦，那齐，有没有人可以证明啊？我请假离开，有人证明，但是在路上这一段就我一个人，应该是没有人证明。啊，行，这个不难，咱们调监控再查，记着这事儿就行了。好。 还有啊，这最重要的，人揪着不放呢，就这个医疗报告，你看一下这个。我看过。那一天他想走，不愿意让他走，后来摔倒了，还去了这家医院。咱俩哥们儿啊，老齐，你就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到底是把他推倒的，还是他自己摔倒的？我也说不清楚。那天我回家。 他要出差，我不让他走，拉着他，他非得要走，一来二去，我也不知道是我推的，还是他不小心。你这不行啊！你一会儿拉，一会儿推，你又自己摔倒的，你把我都搞糊涂了。你这样我跟上面没法交代呀，老齐。老侯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他那天走啊。 是为了调查江源化工厂的污水事件，他不想告诉我，不想连累这个家，
连累我，连累郭伦，所以走的才那么着急。郭念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我怕。怕什么呀？啊，你告诉我，你怕什么？我怕我帮不了那些老百姓。太厉害了，我好怕。什么呀？你告诉我，你怕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害怕？我不知道，你别管我。你要你去哪儿啊？你跟我说。别问了，我原来跟你说，你有听过吗？哎呀，我以前没听，你现在跟我说我是你丈夫，你告诉我。别问了，什么都别问了。哎，郭念，你为什么害怕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拦着我，我不想跟你说，我先不想跟你说。可是你家顾伦说他那天就在现场，他可完全不是这么说的。郭伦他是怎么说的？郭伦，你回来了。接到你电话就回来了。我问你，你跟他们说什么了？侯明杰他们。这很重要吗？重要啊。你是不是特别怕我说你对我姐姐不好啊？我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对你姐那是问心无愧。我也问心无愧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跟他们说什么了？你听着，齐恒，我跟他们说你对我姐姐特别不好，你一回家就找她晦气。那天她发火要走，你就一下把她推倒，把她摔骨折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跟他们说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你敢说不是这样吗？是。事儿行了吧？是我害死了你姐，我这么说你就满意了吧？你姐根本不是自己摔的，是我给她推倒的，所以她才骨折了。我是杀害你姐的杀人凶手，是我杀了她。你现在跟全世界、跟侯明杰他们去说吧，是我害死了你姐，行了吧？你真是故意的，你真是故意的，对吗？你说啊！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姐。原来我一直都是对的，我真可笑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说你对我姐很好，你很爱我姐。那天你们没有吵架，是她不小心摔倒的。你是这么跟他们说的？对。那你为什么一开始撒谎？为什么一开始骗我？你为什么？因为当我知道我不是姐姐的亲弟弟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你对我有多好。我已经没有姐姐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，你明白吗？谁都很明白，你这个傻瓜，你这个小傻瓜。姐夫，喂，我们是亲人。这家拖车公司啊，已经经营转让了。这六年前的资料呢，要想找，恐怕挺难找的。那老齐说那个加油站呢？他说的那个应该是325国道78号加油站吧？那个加油站的影像视频啊，只能保存半个月，之后就自动覆盖了。那六年前的资料更难了。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老齐说的了。据我分析啊，齐恒可以在这4个小时之内先到游乐场把郭念给迷昏了，然后把他带到码头村杀了扔进枯井，最后再开车回家，造成刚出差回来的假象。反正这码头村到家也就1个小时吧。我说你一天到晚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？我就问你，
这齐恒要是想杀郭念的话，他干嘛费劲巴拉的要到游乐场把他迷晕啊？在家里行不行？把他叫到车上行不行？啊？长点脑子行不行？请问你俩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呀，我第一次听你哥俩回答那么统一啊！不过警察也太过分了，先是把我审了一遍，后来又把我姐夫审了一遍。他们该不会觉得是我们哥俩一起谋害了我姐吧？那怎么可能？别胡说，不可能！我都不明白，现在为什么都冲着我来了？郭念姐的那个同学出现的实在是太蹊跷了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你说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你？谁能陷害我？真凶啊，会不会？我可以马姐的想法。我跟你们说，别太担心了，清者自清，什么事儿自然会水落石出。相反，你们俩千万不能私自行事，啊！什么事情都要再三的考虑，听到了吧？我上厕所。好。什么叫不要私自行事？必须主动出击，要不然就是坐以待毙。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惹对手，而是对手主动惹到我们头上？阿姐，赞不赞成我？我当然赞同。你说。咱们要找到姐夫的不在场证明，他不是去加油站加过油吗？咱们就从这儿开始查起。可以，没问题。爷，这新乡的怎么说呀？向科长说，市局已经向齐恒展开了深入的调查，明天就要开会汇总，形成初步的意见，以便向市委报告。他还说，如果有新的消息，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不过他再次强调，帮我们搞定完这件事情之后，就跟我们一拍两散。行，走着瞧呗。码头村枯井女尸案初步阶段的调查情况大概就是这样，领导看看，给点指示。何支队，依你的经验，齐恒的嫌疑大不大？按照现有的证据来看，那根本都不算嫌疑，你所有的人证物证都只是推测，经不起推敲。那赵政委，你看，林局，我比较关心的还是要不要形成一个递给上级的正式报告。同志们，因为齐恒身份特殊，身负公职，如果证实他有重大的刑事犯罪嫌疑，我们就有责任提请市委对他正式展开停职调查。刚才侯支队也说了，现在他并没有形成重大嫌疑。林局，还有侯支队，刚才我听下来的感觉，他的嫌疑还是挺大的。首先，有他的同学证实，郭念曾对他说过，自己受到过家暴，想离婚，但迫于齐恒强势而不敢。其次，郭念的同事《齐州晚报》的齐社长说过，郭念宁愿加班也不愿回家，就说明了他的家庭有矛盾。再者，郭念六年前神秘骨折过，他的接诊医生也有提起到，很多妇女受到了家暴，但迫于社会和个人压力而不愿意承认自己被打。最后，齐恒在本来应该
参加外省的会议上，神秘消失八个小时，而郭念会不会是在这八个小时内遇害的？种种情况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怀疑啊。不是政委，你刚才说的这些吧，表面听是很可疑，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啊，里边疑点很多的。你比方说郭念的女同学，她为什么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呢？你倒是来作证啊。还有那些信原件呢？没有原件，都是照片复印件。这些你刚才都说过，我想大家也都明白。我们能不能绝对的说，这些证据都不能证明齐恒犯罪？换言之，他们能不能就能正向推导出齐恒犯了罪呢？政委，不是，不管有没有可能，那你说照你这么说，什么都有可能了，你不能这么说，是不是？现在就齐恒是不是嫌疑人，是不是本案第一且唯一的嫌疑人，那个郑铎，毕竟你连所谓的目击证人水卫红也没找到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是。侯支队，我知道你跟齐恒私交不错，就我个人而言也是非常欣赏他的为人，但一码归一码，我们是有职责上报这件事的，只是让他停职调查，又不是判他有罪。你就当时让他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下。进来。局长，我想找上侯队。哦，侯队队，找你们。局长，拖车公司的那个员工我们找着了。太好了，你马上赶过去了解情况，拿到了询问人的记录，再来决定齐恒的事到底该怎么办。这是拖车公司的出车记录，你看一下。就这么点儿？就这一份儿。之前这个公司啊特别不规范，连被拖车辆的车牌号都没有。那天开拖车的人呢叫李卫，公司转让那天啊他也走了。转让哪儿？下盘线河谷路18号311室，好像就在那个325国道旁边。李卫，6年前的9月13号，你在325国道上拖了一辆车到附近的加油站。来，你看一下这照片上的人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看了吗？你就说不认识。我真不认识。我要认识，我早告诉你这不认识。你少给我贫啊！认不认识？警官同志。6年前的9月13号，你办什么案子？你知道吗？你再好好想想。他说他在那儿等了你4个多小时。你们公司到他那儿不远呀，为什么开了那么久？还有，你跟他在车上有没有聊过什么？能想起什么就说什么。真不知道，不记得。我这记性不好。走吧。记得啊，想起什么了给我们打电话。哎，好嘞，记得打电话。慢走啊，警官同志，有空再来。我记得那天我去赌了2把，还晚迟到了呢。哎，这人没在，没怪我，还给了我100块钱。这人是不是出什么大事儿啊？拿了你的钱就闭嘴。哎，得嘞，他倒霉总比我没钱好，是不是？哎，
我也觉得他没说实话，要不改天我再跑一趟问问他。再过来问问啊。这么好的车怎么了？这么破地儿开这么好的车？老侯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现在土豪都喜欢低调啊。低调？低调开这车？事关重大，所以我一定要向你请示。他的不在场证明都没有找到？是。六年了，这么长时间，当事人记不清那很正常。而总之，齐恒同志现在他的嫌疑是最大的，因为没有别的嫌疑人了。齐恒？是。我们当然相信齐恒同志，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可是要排除嫌疑，那就得调查。我现在说的是，怎么保证调查程序的公正性？他是公职人员，公职人员涉嫌犯罪，按道理说，在调查期间就应该停职啊。有一定道理，可是我担心呢。就因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，对一个领导干部进行停职，会在干部队伍中造成不好的影响，也会在社会上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应。是，可是我倒是觉得这样做也有这样做的好处。你看啊，齐恒同志啊，毕竟他现在是中院的副院长，如果他还在这个位置上，公安局负责调查取证的同志可能就不会放开手脚，甚至呢能被外界认为取到的证据也受过污染，受过篡改。我们要让他停职呢，这样不但能够保证调查的合法性，而且还能维护齐恒同志的声誉。嗯，是。但是停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置，一定得调查有了确切的证据之后才能做出。啊，那件知识产权的案子判了？判了。那个原告他拿出了确凿的证据，证明那张照片的确是他六年前拍的，而那个被告呢，他也终于承认说这张照片是他从网上下载然后做成了海报。那个原告他是一个知名的摄影师，非常非常的固执，坚决不接受任何的调解，还说他一定要用这个案子给社会提个醒，告诉大家知识产权现在已经受到了法律严格的保护。你们听说祈愿那事儿没？又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祈愿休假了。什么假？我听说上面让他休病假。不可能，祈愿平时身体这么好，怎么可能突然休病假了？他要休一段时间呢。牛老，祈愿太生病了吗？说让他病休啊。我说啊，是被病假了。被病休是不是还是因为郭念那个案子？听说就是为了这个事儿，那些公安啊，居然还怀疑是他杀了他自己的妻子。什么？一群混蛋！不会吧，齐院长？说什么呢？啊，我正准备给他们分案子呢。谢谢大家的关心啊！希望我回来的，我会回来；不希望我回来的，我也会回来。齐远，齐远，好好工作，等我回来。
这么走了。给你倒酒呢，也不说声谢谢。谢谢。啊，这几，这几，这几，错，这不是三，这是 OK， 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咱们三个人都 OK 啊！你看，从今往后就来我这儿天天蹭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大把的时间啊。第二呢，我是病休啊，病休不是停止检查，所以不要愁眉苦脸的。为了这两个好事儿，来，那干一杯，来 ，cheers！ 你怎么还笑得出门呢？不笑还哭啊！啊，我去开门。我跟你说说啊，这个鱼啊，啊，你要做的时候，啊，头哥们，姐夫在吗？在。这改刀怎么重要呢？好像是侯支队来了。哦，大姐，侯哥们，哟，小蚂蚁在哪？听见回声，来自山谷和心间，以寂寞的镰刀，收割空旷的灵魂，负极端的诱饵。是一滩。